刚刚我对不起那个米可白哈，因为我不认得米可白是谁，一直摸到那狗说米可白啊米可白，原来米可白是抱着那只的主人啊，哎呦，够不好意思。谢谢所有爱好毛宝贝的好朋友们齐聚一堂，今天看到我们农业局在欢乐一诞生，跟我们所有的民间团体们，尤其看到黑钱团体、黑钱团、金团、黑钱金团的好朋友，带了很多的毛宝贝，跟我们一起分享毛宝贝在人生过程当中对我们的满满的爱。我刚刚差一点就走不进了，你知道吗？每只狗哦，毛宝贝我如果没有摸到，我觉得哦。看他那么可爱的毛宝贝，不摸一摸，真的我好像走不过去。对了，你光这句话真对了。有时候人家说：“哎呦，市长，你怎么看到那个小孩就没有看到大人？”每次我看到小孩子，我都会笑，就没有看到大人。刚刚我对不起那个米可白哈，因为我不认得米可白是谁，一直摸到那狗说：“米可白啊，米可白。”原来米可白是抱着那只的主人啊。哎呦，够拍死！因为我只看到那个狗。我说这叫什么名字？米可白哦，米可白，米可白，我不知道那个人叫米可白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这拍谁？这拍谁啊？我有跟那个米可白道歉哦，我是在叫那个狗米可白，不叫你米可白。